俄罗斯、越南、印度、泰国和中国的阅兵对比，中国分列式威武霸气，各国举行的阅兵仪式都在展示各自国家的军事实力以及国防现代化成就。在这些国家的阅兵中，中国的分列式呈现出威武霸气的气势，士兵们组成整齐划一的队列，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展现出中国军队的良好士气和统一纪律，与其他国家的阅兵形成鲜明对比。但是各国的阅兵式也具有各自特色，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看看这几个国家的阅兵。第一个是中国。向右看，预备，向右看，预备。哎呦，看！平型关大战突击连英模部队方队走过来了，他们是八路军115师的代表，领队是吴亚南和黄明少将。向右看！向右看，预备，武警部队抗战英模部队方队走过来了，领队是徐平和苟春燕少将。抗日烽火中，武警部队前身涌现出杀敌英雄连、战斗模范连等许多英雄群体，英雄的精神穿越时空，英雄的血性代代相传。第二个是俄罗斯。Moskau, fremd und geheimnisvoll, Türme aus rotem Gold, kalt wie das Eis. Moskau, doch wer dich wirklich kennt, der weiß, ein Feuer brennt in dir so heiß. Wo sagen wir, h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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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git, leser, hey, Natascha, ha, ha.
Hallo die schön an, da war ich, h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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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f das Leben, hey.第三个是越南。第四个是印度。第五个是泰国。Right, right, go, turn around, go, go, go. 大家看完这个视频之后，对各国的阅兵文化有什么不同看法呢？中国的分列式阅兵向全世界展现了中国军队的雄壮气象和强大实力，同时也表明了中国军事现代化的飞速发展。相信在未来的发展，中国军队会更加强大，更加现代化，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让我们祝愿祖国更加繁荣昌盛。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我们下期再见。